第八，在佛七当中，有时想起自己错误的思想行为，这种反省是否属于念佛一种过程？会不会影响清净心？啊，是应该继续深思，或者立刻转为佛号？念佛堂一切都要转成佛号，不可以打妄想。啊，打妄想会障碍你自己的清净心。